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带来演讲，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大家辛苦哈。我逐礼拜来哈，啊，刚才发现即届我坐高铁。看外口的这个风景，哇！改成他500公尺以后拢雾去啊，真正雾霾真正有严重。我对这个空气介敏感，所以像头拄啊外口这個空气，敢那有迄个火力发电厂啊咧烧啥物物件，迄款味吼，我脑都咧喵啊吼！啊，所以等下若安尼烧声烧声，大家较忍耐一下吼。那么。今仔日看我要讲这个标题叫做“台湾国际地位吼要正常化”，有只这个标题你著看知影讲，咱无正常对无？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无正常，啊，咱过去国民党哦到今年了70年啊，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拢用白册的历史咧甲咱教，拢教一寡假。啊，所以咱台湾人为小学、中学、大学，咱头壳去予国民党下足个粪扫里内底。那么来遮，你有机会会当甲头壳内底遮粪扫甲清互出去。但是要清遮粪扫，毋是三工两工，吼，毋是讲咱遮来遮三工两暝就清会清楚。所以建议恁每一个。初级班来遮上诶，拢爱买迄本《新台湾论》。即本《新台湾论》，阮甲奉为吼台湾国际地位诶一本圣经。吼，台湾诶有一寡历史真相，台湾诶国际地位拢伫即本册内底拢会讲着吼。啊，平常时咱秘书长从上课，还是咱诶其他讲师所讲诶，吼，迄种重点，吼你。迄看了，你阁返去厝诶时，嘛你听了，啊你返去厝，你看迄本《新台湾论》，应该阁较容易明了吼。好，那么除了我咧讲这本，我甲奉为圣经诶《新台湾论》，我嘛建议各位吼，各有两本册吼，应该我爱看。第二本就是这个美国人，迄阵来台湾做。好，美国大使馆的领事哈，那么发生二八事件时，伊伫咱台湾，好，所以有写一本被出卖的台湾，哈，一本册，啊，即已经有翻译，咱台湾人家经过伊的文准有翻译做汉文，这本册你一定爱看，迄当时咱台湾人安怎咧用糟蹋。台湾的精英安怎消失的？吼、哦，迄本册内底拢写真清楚。迄本册你若看会完，吼、哦，你若讲要阁支持国民党吼，哎、哦，我看我做唔相信的，因为你会想讲，哇、哦，咱台湾人看伊这个国民党真正是深仇大恨吼，冤、哦、仇结真重，啊你。过去哪位投票到国民党，你一定会足后悔，吼、哦。好，啊，第三本册就是全世界出版上侪数量的册，翻译成各国语言的版本上侪，后边的人拢差不多大部分拢有看过，就是圣经，吼、哦，基督教的圣经。是啊，后边的国家因会遐先进，吼、哦，那么因的水准会遐高。跟这本圣经有关的，你看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任，要就职哈，爱手持本圣经来宣誓，哈、哦，就讲伊要遵照圣经内底教示，哈、哦，来替美国人服务，哈、哦，来为伊个国家服务，哈、哦。这三本册你应该爱看，这最畅销的，好、哦、些。这个圣经，你若拢无看，真无彩。全世界上畅销，吼、哦，啊，对人类嘛真有帮助的一本册。好、哦，啊，那么
那进入这个主题了哈。那么首先，咱来先了解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我来做简单的小概哈。第一就是讲，1895年，日本跟大清发生甲午战争，大清战输哈，所以日本天皇是依照下关条约，就是中国人咧讲的马关条约，为大清的皇帝出的台湾甲平壤，这是合法的哦。日本天皇摕到台湾甲平壤是经过一个国际条约，叫做下关。好，一般你若签条，拢有一个地名，是这个签的是伫日本有一个所在叫做下关。好，譬如讲咱第二次世界战后，伫旧金山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好，拢以这个地名。好，过来，第二次世界战后，日本战输，好，所以伫1952年。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甲平壤的管辖治理权，主权无换，台湾平壤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头拄你看啦，这是大清皇帝甲平壤、甲台湾甲平壤挂念号，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那么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跟澎湖，敢若放弃地上管辖治理权。主权、所有权无变更，吼、哦，这点咱来了解。所以到今天的为止，台湾平壤这块土地还阁是日本天皇的，吼、哦，无办过哦，无个人处理和啥物国家承接过，吼、哦，拢无。那么目前台湾甲平壤还阁伫主要占领全国，即句话主要占领全全国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用语，吼、哦，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美国，伊还搁咧甲咱军事占领中，啊！你也讲我拢无看到美军，咱台湾哪有迄个美国占领？好，较等下我第三个大主题我也讲了这个占领的代志哈。那么目前台湾还搁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好，你注意看，这个台湾地理当局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咧讲的哈。以前拢叫做中华民国，哈、哦，以前咧甲咱管的叫做中华民国政府。那么，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就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哈、哦，美国就袂使阁讲中华民国，哈、哦，刚才讲讲台湾地理当局，啊，拢简称叫做台湾，啊、哦，美国即马来讲台湾，是咧讲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哦，咧代替美国咧甲咱管台湾，哈、哦。好，这个上基本的一个台湾近代主权变化哈，还是要了解的。好，好，再来，咱进入台湾主问题的这个主题哈。首先，台湾有足侪问题，啊，上大的问题就是咱连咱家己是虾米人，我们是谁，咱家己拢搞不清楚。哦，伫你连家己虾米身份。咱是啥物国籍拢搞不清楚的情形下，咱台湾人真济会认错做老爸。去年台北市咧选举，哦，柯文哲这个选翁，哦，加一个哦呐，大家台北市煞选了足热的，吼、哦。那么你会记郝柏村咧骂柯文哲讲？伊是黄明的后裔，有无？因为柯文哲因爸爸受日本教育，因阿公嘛是。那么柯文哲因阿公是28事件，去予国民党掠去关，甲刑甲带伤出来两三年，拢卧病在床来死去，吼。啊，所以郝柏村。讲出真正咱台湾人的身份，咱所有的台湾人拢是皇明的后裔，日本天皇皇明的后裔，这正确的。但是你莫袂记啊，伊敢若用轻视的，你讲咱台湾人拢是皇明的后裔，
但是伊无想到讲，侯普村伊家己，包括伊个子孙，因中国人伫台湾遮啥物时阵，你敢知？因号做难民，因许个共产党毛泽东政权甲赶离开因家己个国土，中华民国规个中国大陆个江山拢叛变，离开伊个国家，走来大日本国个台湾。安尼是毋是难民？标准的嘛。你离开你的国家，你当然去别个国家去啊嘛。所以因是难民，啊是皇民较尊贵，啊是难民较尊贵，安尼应该做个比较嘛，吼。好，咱先来了解咱啥物人。台湾即个族群的地图哈。西海岸这个浅绿色列哈，这边叫做平埔族。平埔族有那十几种，吼，啊，较重要、较侪，吼，大概才十种，才有写个。那么这个土黄色这个，差不多中央山脉以东，迄个叫做高沙原住民族。咱较早拢，吼，即马也过一个南投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对吧？其实。高沙原住民族唔拿高族啦，即嘛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的有十六族，好，还较等下另外一张图会讲。那么，真大部分呢，台湾人拢是住伫这个西部平原，即个平埔族较济。高沙原住民族即嘛因所有的人口加起来，差不多无到六十万，好，迄等下等下过来讲高沙，啊即嘛。平埔族，咱来看有对几族。好来，宜兰遮有一个克马兰族，哦，因嘛有一个克马兰刻印，有无哈？即马咧走国道，台北到宜兰的咧。那么台北地区有一个凯达格兰族，有无？阿扁啊，两千年选到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了，即马伊准去甲总统有头前迄条接受路甲改名，改做凯达格兰大道。所以即马若要空征，吼，拢会去啊，去凯达格兰大道。过来桃竹苗叫一个道卡斯族，道卡斯，好，桃竹苗遮。那么中部有三族，吼，有帕仔哈，啊一个帕布拉，一个曼布萨，这三族伫苗栗、台中、彰化、甲南投，吼，因伫遮咧活动。那么分林甲家己，才有一个红安雅族，吼、哦。那么上大族的一族，就是台南安平遮安平地区，叫做西拉雅族，吼、哦。那么其实西拉雅族，其他阁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2009年八月七日莫拉克风灾，迄、那个灭村迄个，迄、那个叫做大满族，吼、哦。因大部分的语言跟西拉雅。会记用啊，同款。那么，迄个小林村真可惜，因每一年拢办因个平埔族业绩哈、哦。那么，其实阁有一族西拉雅的支族，就是马卡道族啊，高屏地区。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哦的后裔。马卡道族伫高屏地区，一直来到满洲才有哦哈。哦啊，这个马卡道族就是谢长廷第一届去选高雄市长，甲吴敦义拍败，了伊为了要纪念阮这个族群哈、哦，所以伊伫这个纵贯铁路哈、哦，这个纵贯铁路边啊，哦，这个有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的祖先，哈、哦，啊，你要记这个族。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计划哈，你很容易就把它记起来。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马卡道，啊，回家哪来弄个包死的对？安尼你就记起哈，我就是马卡道主。哎，那这啊？其实很早就有了、啊、但是一般因为他不会教了、哎、
我知道我自己是马卡道族，就是我一次去有一次去爬那个一北的高阳一个茶山，这个蒋介石来改做寿山，有无？改做万寿山，哈、哦，寿山，哈、哦，真有大部分人嘛，也真侪人讲寿山，其实我拢讲叫做茶山。啊，茶山顶完有一个那个较早毛动物园啊，进顶完拢算已经变作一个国家公园嘞，哈、哦，台山自然公园呐、啊。那么顶完做者台湾猕猴。嘿，啊，伊都较早吼，咱爬山拢会好意，较早无环保概念，拢想讲要好心，拢摕香蕉、摕土豆好食，吼、哦。啊，饲甲煞惯势啊吼，啊，你若无炸物件去哩，迄狗会起毛歹。啊，你若有炸无，等落哩哦，伊个偷摕也是个抢嘞。啊，即马狗煞。即马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吼，即马拢袂使甲伤害，袂去甲讲，袂使甲讲。即马狗煞，像狗侪天煞，像迄破狗安尼，会抢人的物件。啊，佫即马会走到山脚，会设备入门吼，原来会去开门叮咚，你欲摕物件。即马作家吼，好 ，OK。好，啊，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有讲到高沙这边的哈。好嘞，这既然跟华人的交接，才有一个活火族无，哈，啊有泰鲁格族，啊，佮有萨基莱亚、阿美族、卑南族无、卢凯族，啊，南语的达悟族，啊，这张较新的图就有马卡道族啊，有无？另外马卡道族这个深绿色的吼，来到。俄南边这边，遮拢要去是哈，隔壁地区的哈，啊，西拉雅族这个蓝紫色的这个，啊，啊，卢凯啊，布隆啊，周族，啊，佮有泰雅族，这金德啊，包括部分的宜兰的山区，遮拢要佮有泰雅族哈、啊。好，啊，这里简单的讲个，啊，上新的有两个族啦哈，即马佮新出来有一个。这两族是差不多七八个月前，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成立的，一个卡纳富，啊，搁一个拉阿鲁哈族，哈、哦，啊，这拢伫这个阿里山这边遮，哈、哦，靠我阿里山这个中央山脉遮。那么这两个族加起来无超过一千人，但是这个西拉雅族，哈、哦。要百几万的人，台南市政府有申请要变成合法原住民族，内政部拢唔敢核准安那。哦啊，尽所有的高沙原住民族加起来才六十万尔，无到六十万。啊，你像一族西拉雅族那拢二百百几万，啊，伊这变到变遐大地，佮加百几万人要入来分吼，哇，迄六十万的迄个高沙原住民族可能起莫歹。有人去看迄个塞德克巴莱迄个影片无？电影有去看，亚洲啊看不几个，哇，真少呢。吼、哦，迄片你应该爱去看，迄种呐台湾历史。电影名称叫做《塞德克巴莱》。吼、哦，迄是迄阵雾社事件，咧讲雾社事件呢。吼、哦，好 ，OK。哪讲在高山原住民族起膜拜，我得个八个要个除草啊！香港个八几万人买滴来分这块饼哈，好，好，过来，其实85%的咱台湾人吼，差不多拢是平埔族加高山民族的这个血统基因里来的。啊，尤其平埔族，平埔族有一挂特色哈，这些特征，你若把你的手弯起來，才有一條凹痕，有的是倒手的正手，吼，那是你就是平埔族的后裔。哦，当然啦，较寒冷的吼，可能更加无看到啦，吼，那就袂准了吼。啊，过来，你的脚的尾指头啊，上细肌的肌，然后鼻唇呢，
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哈。啊，过来平埔族有一挂生活习惯，好，较无共款的哈。譬如讲，女孩子做月来会食麻油鸡酒，好，迄就原来平埔族的风俗。啊，过来，迄就有迄个童话，和咱这个平埔族童话。啊，唔是讲闽南话的闽南人呐、啊，唔是啊，哎，嘛唔是讲中国话的中国人，好、哦，不是讲中国话就是中国人。过来，平埔族有一个，平埔族是母系社会，所以你若嫁娶稀疏，无故爱坐大位有无？哦，你若还佫有即款风俗的，你就知影讲你的祖先是平埔族。啊，过来，会食槟榔，吼、哦！啊，是安怎台湾人早期的人并不做爱食槟榔，就是早期台湾是瘴疠之气很重的所在，因为没有开发，所以拢是原始森林来沼泽，还动物若死去，烂，会有一挂病菌传播，啊，台湾佫湿。人寒天足湿冷诶，咱遮平平5度吼，5度就足冷啊，对无？但是你东京，阮好每一年咱若十月二十拢会去东京一逝去甲日本天皇祝寿，啊去靖国神社拜咱遐个，咱台湾人替日本天皇见证战死诶遐英灵。啊，我去三拜，啊去拢头迄个时间去拢头5-6度。啊，无感觉啥物冷呢？但是台湾的5度，我会记咱四冬外前，咱2011年1月，敢那15，咱第一期直接开课的时，日本人，我那三个日本人来上课，啊，伊开拄啊6度，我想日本人应该拿这6度对因来讲是来就不凉凉啊，拄啊好呢，结果因赶到呢，咱的这个。农场主人过去用个电暖炉，一支火因三个伫遐烘啊。啊，咱台湾人无，因为伊讲咱遮个冷，跟闽南无共，遮叫做湿冷，又湿又冷。哦，迄阵啊，一月份咱遮北部介有落雨，吼，啊又湿又冷。所以我较知影讲，哦，原来咱遮个冷是比日本的冷，咱遮个5度比日本的5度加做冷，伊叫做大冷，但是无感觉介冷。咱只湿冰会冷到位骨头落，所以咱的原住民族就爱剥槟榔，会产生热。我捌一届寒天哦，可能迄阵要较年轻，啊有一挂朋友拢较爱食槟榔的吼，啊我来好易拄我食，啊我顶下食吼，要求为外套一直烫，烫到剩一件内衫，还搁咧流汗，寒天哦。啊，毋是，嘿。无遐多，我大概食拢倒掉去个，大概食了拢衫一直烫啊，一直变干，它会驱寒，吼、哦，还会驱虫，那些槟榔有这个好处。所以早期，然后咱呢进，你去你若去乡村吼，温州遐，我因家己拢查甫拢剥槟榔，哎，那查甫也剥。阮阿妈吼，我会记讲，我听阮妈妈讲，讲无喙齿啊吼。嘛用剃尖菇，我弄安尼，输迄个汁过瘾哈，迄食槟榔来会上瘾哈。啊，现在母系社会吼，是查甫会做家长哦，户长哦，家长是查甫咧做。迄阵女孩子掌管家庭的大权，财政加发号施令权哈，可能等下会讲到。过来，咱来讲，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证？哈，啊，这就是伫1952年啊，拄啊，秘书长讲起来了，啊，真正有国际条约是这个哈，日华台北会，日本跟中华民国伫台北签一个合约，叫做台北会。啊，这是伫你会记1952年，他说秘书长讲4月28，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一天，
是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你日本你爱去甲伫台北这个流亡政府啊、哦、去签这个日华台北会。啊，伊第十条要安怎讲？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伫台湾甲平洋所应实行，将来可能实行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甲平洋居民，甲正属台湾甲平洋的居民及其后裔。啊，你注意看，这都已经一个台湾澎湖，那会到这个一个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表示真人也无同款。红绿的这个就是咧讲咱本土台湾人，所谓本土台湾人，就是讲正港的台湾人，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因为美国甲牵连来援助大了，天皇伊惊着讲，哇，好，遮厉害的武器，啊，牵一了落来拢死10多万人，啊，牵两粒，有死遐济。啊，当美国唔知影佫偌济粒呢？我那拢再来牵我大和民族都来灭你啊！所以日本天皇赶紧投降。伊投降迄一天来做依据，迄阵外国人拢还袂来台湾，规个台湾平和，即岛属顶管的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包括伊所生团的只后代吼。啊，这有一句。中华民国国民应视为包括，包括咱。啊，你会记马英九咧做台北市长，哦啊，有高超原住民族，敢那伫迄个丹溪河畔有起个简易的这个因的部落的村庄了，对吧？爱非法，啊，要甲拆掉吼。啊，马英九有咧甲因喊话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有讲这句话。我把你们当人看，其实伊心内是想讲，真正讲，恁唔是人，但是我甲你当作人来看，哦，是这个意思。伊讲，我还要把你们再教育，有无？赶快，这个意思。咱被视为，因为咱唔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被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哦，是伫遮。OK， 所以咱唔是中国人哦，但是迄阵美国帮咱抗议吼，但是蒋介石派代表去日本东京去甲麦克阿瑟将军讲讲，无啦，我为着好管理啦吼，所以我拢甲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安尼来管安尼啦，吼，好，好，那么像咱台湾人无国籍，啊，这原因就是。1952年年初，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先后进行，哈、哦，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把咱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因的日本国籍取消掉去，哈、哦，所以咱无日本国的国籍。好，啊，咱头拄啊讲来讲，咱暂时被视为中国人，摕着中华民国国籍，但是19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共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所以本来签的迄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吼、哦，日华台北合约失效，所以中华民国国籍也无，伫遮日本国籍判去，来到7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咱暂时摕到。中华民国国籍也袂，所以2006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去控告美国，到2009年，这个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判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因为咱这两个拢判刑啊，所以咱无国籍。吼，啊，照讲，若判台湾人无国籍，这天大地大的代志。但是国民党做起来，伊封锁咱遮个消息，所以大部分台湾人唔知影，
伊就嘛认为讲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摕中华民国护照，你敢那正常诶？连民进党嘛安尼讲呢？伊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捌听安尼讲无？连民进党这独派的政党，较早讲叫咱要爱对伊要发台湾独立者，啊，因即马说伊承认中华民国，啊、哦，好。那么咱台湾人的潜在国籍伫啥物所在？就是咱日本国籍啦，哈、哦。啊，那么这个日本国籍要哪恢复？这会当根据这个琉球返还模式，琉球。啊，咱拄啊，比如这样嘛讲，日主建后，琉球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佮委托这个美国，吼、哦，伊个占领，伊管，也做军政府，吼、哦，啊嘛有琉球民政府。那么，迄当时1969年建后大概14年后，日本。咱个日本国吼，算已经重建，啊，生产线拢开好，拢一直生产一挂俗个好用个物件咧销全世界。迄阵个手提录音机啊，吼，啊卡梅拉啦、手表啊，尤其像迄阵这个什么雪克哈，石英表无？迄阵石英表就是日本人发明了吼。遐嘛，甲瑞士的遐劳力士啦，遐啥物，遐大件的手表遐嘛弄倒，因为俗个准费用，石英表比迄机械表加足准，吼、哦。佮迄粒电池入来，会使后三年、后五年免换电池。啊，你迄机械式的手表，你不止逐工来准吼，啊无来若要挂着停呀。好啊，日本有赚着钱了，所以去跟美国。政府协商讲，我爱赔你偌济战争债，你较要甲琉球还给我。迄阵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政府甲这条钱付清，因伫迄个1969年哈签这个琉球返还协定。根据琉球返还协定。在1972年5月15日哈，美国加琉球，包括钓鱼台，拢还给日本。所以琉球人本来受美军占领时，琉球人若要返去日本去四大岛哈，也是要去东京做生意，也要读册，啊去向美国的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就是类似护照这个功能，因袂使。摕因较早遐个证件，日本时代个证件，吼、哦，所以爱去甲美国申请。伊迄阵个琉球已经是日本国个境外、哦、啊，吼，啊所以等琉球返还协定回等于因日本个是琉球人，得阁恢复日本国籍啊。啊，那台湾同款，将来咱嘛爱要求咱个日本母国跟美国参详，看伊赔偌济战争债，哦，因为当时。日本发动战争，把美国大兵打死，飞行机打载下来，航空母舰去哦，伊个神龙特工队敢唔定无？啊，这你拢爱赔啊！进台湾平和就是要抵押，无现金赔，等抵押伫美国手里，吼、哦。啊，你若有现金，战争再赔了，吼、哦，当然对待台湾返还，吼、哦，咱就等于大日本国，那么咱会怎？都摕着日本国个国籍，吼、哦。安尼，日本国国籍两个摕转来哈，好。那么，其实国籍有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就是讲，只要一个富人人，啊，比如伊伫美国的领土内底生落来，还是伫美国的无人机顶、美国的船顶，那生囡仔落来，自然出迄、那个囡仔就取得美国的国籍，这叫做属地主义。欧美的国家。先进的国家，就是拢用这个属地主义。那么东方受到汉民族的影响啊，大部分拢叫做属人主义。属地主义的好处就是讲，你伫迄个国家的领土生落来，你就迄个国家的国籍，
你大了，你自然爱迄个国家，你会疼惜迄个国土，你袂去生产一寡污染的物件，来污染伊的土地，污染伊的环境，污染伊的空气，吼、哦。你会想办法要甲保护，吼、哦。迄、那个大自然的生态，你袂去甲破坏。啊，属地主义有一个坏处，就讲、是，唔，属人主义有一个坏处，尤其像你讲像。台清的时阵，美国迄阵吼，哦，要两百年前，歹势，迄阵咧开发大西部，足欠工人，所以为福建、广东聘请足侪华工，有无？啊，遮人去旧金山。洛杉矶啊，开铁开公路，啊，建设做了，啊，因为因大部分都拢无去等于台清吼，无等于福建还是广东，拢留伫遐。但是因所生团落来囡仔吼，因拢嘛要自称华人，啊，遐人都拢集中伫一个所在，叫做唐人街、唐人区。请来谈我，迄款所在，伊就是拢堪人无融入当地的社会，啊，拢家己顾家己好得啊。但是，因拢家己内底拼甲介清气，但是外口拢当笨手。所以，迄个请来谈就是上落后、上垃圾、太过啊，治安上歹所在。因有啥物青帮、红帮，遐帮派拢会伫遐把持安尼，治安拢做歹。拢争地盘，吼、哦，跋筊啦，一寡地缘的问题。所以属人主义的坏处就讲，伊袂落地生根，所以旧金山会排华。啊，华人去南洋遮吼，郑和下西洋遮有无？伫菲律宾嘛排华，印尼也排华，马来西亚排华，迄就是因拢用属人主义，因的阿公、因的爸爸，无论搬去到底所生来，拢讲因华人。哎、啊，那总共有伫纽约啦，还是伫这旧金山有赚着大钱，伊嘛要甲钱，等于因故乡广东还是福建，也租厝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吼、哦。较袂讲要伫美国赚着钱，啊，着搁回馈捐钱互地方，吼、哦，还是做一寡慈善事业。华人拢足爱甲钱留互伊后代。你看像即马美国的巴菲特，还是微软的头家，吼、哦，比尔盖茨，伊拢把大部分因所赚的钱，拢捐出去基金会做慈善事业。伊，敢那讲，敢那要留一个给因的囡仔尔，一个美金，吼、哦。好，过来咱看咱台湾人的血统，吼、哦。以前有一句话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对不？这句话捌听过吧，吼、哦。啊！咱迄阵拢听起拢讲唔对啊，正常啊。因为登山来阿公无带，无带某来，无带女孩子过来，所带拢是来到遮就地取材，带咱平埔族还是高山族的女孩子做某，所以生落来第三代都爱叫伊叫阿嬷哈。所以有登山讲无登山嘛，但是这句话我尾也想想唔对。啊！咱台湾阿公甘拢死了了啊！因迄时要来台湾，你会去郑成功要反清复明，郑成功算要反攻大陆的，台清一直甲郑成功一定要甲消灭掉，消除伊的这个要个反清复明这个恶势力，所以台清。因为有这个施琅郑成功的叛将哈、哦、来斗三江，所以我都把郑成功的这个后代这些人拢给消灭去。但是在台湾太有完的了，有的太不死的掠起来，嘛拢讲给遣散等于因大清。啊，后老大家后日来要搁跟平埔族、高山族合作伙，搁要反清复明。所以掠了等于了。
佮宣布海禁，就是讲台青的人，若无台青派令，哦，就入条就对啊，你袂使来台湾海禁，哦，迄阵禁止台青的人走来遮。那么现在有邓传公走来台湾，翻来就是作奸犯科，也是花仔钱无得人要甲走找安尼吼，啊，所以伊要走路爱走来遮。反正伫台青迄边无走会死啊，走来遮，哦，去偷渡，迄算偷渡。啊，你去偷渡来遮，无搞，也无带财产来。那么来遮，要怎生活？第一有工做工，无工创啥？就去遮。啊，所以若无工人就去遮，当然无厝无好住嘛，爱要住底。迄阵拢去住个庙宇个，迄壁有无？壁拢有围十八罗汉，困伫个十八罗汉下骹，所以拢咱有讲迄款个叫做啥？罗汉卡啊，对，迄就是乞丐，迄就乞丐别称啊。无咱罗汉卡有无哈？啊，你甲想，迄当时咱台湾个女孩子是母系社会，妈，女孩子是家中的老大呢。啊，家中的老大女权至上的所在，伊敢有会去带迄困伫迄罗汉卡的乞丐？毋是错啦，甲招伊来当个招翁，咱讲招翁有无？叫做招翁啦。你若讲看，女孩子的啊，阮兜都有钱啊，我都欠一个烟斗仔送。啊，即个都看到烟斗，即只都乞丐吼，啊，无紧啦，啊都。伊都真正生得作烟斗，像刘德华也是金城武啊吼，啊老娘都欠一个烟斗上啊，他揣到。伊咱较早拢叫是讲吼，牵手是查甫的牵查某的手，唔对呢，是女孩子主动。迄阵是母系社会，是女孩子主动去牵迄个罗汉卡，牵伊的手，招伊倒来做阮翁，叫做牵手招翁。那是女孩子主动哦，哦，你要搞清楚哦。所以你女孩子较早哦，拿卖遐汉人的思想入来吼，恁即摆还阁是母系社会，恁在做老大、做虎长呢吼。啊，所以你莫有即句话骗你啊，讲有当作讲，咱台湾阿公作侪，当作讲占足小部分啊，咱台湾女孩子讲的去。就个邓山讲做翁，除非讲伊真正作烟斗的，啊无，无多。啊，而且迄阵母系社会，你若招迄个男孩子倒来做恁做伊的翁吼，啊，算讲如果弃用，那毋是讲弃用啦，即边哪讲？就是讲倒来几个月啊，发觉讲啊，都无影讲遐个做工课吼。安尼，你会当等这查甫出去外口做工过时，你把伊个家当用钞票包起来，还是床巾甲包起来，甲等在门口。你迄个翁吼，回来看到你伊个包花就咧等伊门口，他就知道他被羞辱了，伊就爱骂爱走，去可以带迄个礼物，迄个十八罗汉的卡吼。伊迄阵是女孩子足有权威呢，吼，母系社会是安尼吼。那么其实当初讲迄阵来台湾，坐拢爱坐船啊，爱坐船啊细只。但是伊拢伫台湾海峡这个串流的海上风浪大，伫海上就差不多死六个爱死啊，十个来爱六个死，三个留落来台湾，一个学校会去回头去等。啊，你讲像这六个死因？上岸吼，因为中国人因是真少咧坐船来，因是陆权的国家，除非有啥物困难爱走路，伊才会拼命讲要坐迄小只船啊过来台湾。啊，风浪大，船绝对吐，袂食，脱水，啊脱水就死啊，还是迄个水无清净，迄阵咧。水无像讲，即马拢有经过过滤啦、消毒，迄阵个拢清水，足够滋生病菌个。有只啉到漏屎脱水，还死吼、
所以因啊登陆起来，转来起来，哎，拢原来拢三五家做起来，吼，互相照应。登陆起来第一件代志做啥？就带遐迄六个死人，对无？十个爱死六个，迄六个爱带个。啊，所以即只船就带了，就问：啊，你台湾袂？佮看迄边死人拢带好袂？啊，你台湾袂？啊，听讲台湾的地名就是安尼来的。埋怨之地啦，你玩弄死的嘛，哦，开始拢啊未来到台湾就伫海里就生死啊，哦，叫做埋怨之地，台湾，你台湾袂，啊，你台湾袂，袂啊，侬讲啊，这听讲是安尼啦，啊，过来咱来检讨讲这三个，这三个老了敢会活？这真病的，我来咱来看这个故事。1874年发生牡丹虾这个事件，牡丹在那个屏东车城的当兵哈，那就是啊，四连街对，四连街嘿，四连街个里边，那当时就是日本琉球的宫古岛的渔船哈，渔民发生船难啊，在东海岸登陆起来。还有南台湾族，哦，高博士社会这个南台湾族台系，59个台系，甲剩12个，啊，和那个车城哈，茶城保利村的这个平埔族甲救，甲护送去凤山府城，啊，甲转送等于日本琉球，所以日本政府就向台清抗议。讲是安怎，恁的人，台籍官日本人，大清调查了，甲回文讲，无啦，迄是化外之地，吼、哦，迄种藩地，就是讲，唔是我咧管的，迄我管袂着，迄种藩辖嘛，吼、哦，你个记大清是伫甲头拄啊，迄咱个地图有无？高山甲平埔族的迄个界限，迄个做一般讲叫做沿山公路啦，吼、哦，伫山脚拢有设一个。关卡叫做人质关，平地人来到这要停止。因你若搁入去，又交叉台死，大清无责任。所以迄对大清来讲，迄毋是伊咧管的国土啊，吼、哦，的领土。啊，所以大清甲回文讲，迄是化外之地吼，哦，非我所管辖的，对吧？安尼来杀责任嘛。那么日本就讲好，安尼若毋是你管的吼。哦迄种侵犯，唔是你咧管的，好，安尼我要出兵来甲讨伐，特工得了对吧？大清国会问讲，罚与不罚，由贵国制裁之。你要去甲讨伐无？你家己决定，恁日本国你家己决定。啊，所以迄阵拄啊，日本明治维新，吼，啊去欧洲，德国啦、英国，去买一挂新的武器啦，吼啊，战舰，啊加。一挂陆军作战的这个技术，啊，你找无所在练兵，啊，拄啊只好安好，准派3000个，为这个永春的迄个海边啊这边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登陆起来，啊，所以来到石门古战场，吼、哦，四连溪这個石门古战场，看那个高沙这个南排湾组的小舰，啊，迄、那个爱国吼、哦，你到你即马去遐，佫有一个迄、那个。纪念塔，哦，迄就是迄阵咧纪念牡丹虾事件。啊，日本是正规军呢，吼、哦。啊，咱个高沙的这个南排湾族武器足弱个，就是讲伊敢若有单发的猎枪，啊，长矛或者弓箭。日本有步枪，有山炮，啊，佮正规军。但是咱高沙暗时啊做够少阵个。这个游击战，吼、哦，夜的这个摸哨战，足厉害。所以一时啊是日本军占领，暗时啊就换咱南排湾族占领，原住民占领。所以底下拉锯战，那日本军到尾啊，惊着讲，哦，暗时啊摸虾米战，迄原住民拢烫只脚，行路拢无声，足侪当时伊暗棍来等伊啊，头落落来。所以暗时也唔敢战，拢日时啊战。
啊，正到迄个庄头，甲放火烧烧，观音撤军撤出来。好、哦，啊，但是伫遐有做拉锯战，哇！日本军煞一直死，一直死，安怎死的？拢破病死，因为来到遮，我去日本遐济抓吼，我伫日本敢若我毋捌看到火神，毋捌看到蠓啊！啊，你知影迄阵早期台湾蠓虫有够济，火神有够济，因为死个动物的尸体，火神沾了就生一大堆蛆，啊，就搁变做火神。啊，蠓啊有够济，死个拢沼泽嘛，咱尤其恒春那边是热带雨林，足够落雨，所以蠓虫足济。结果干那又迄个蠓啊叮，就登革热，登革热迄阵无药啊，就天高热啦吼，啊就死啊。啊，火神飞伊个便当吼，伊沾着就困啊，食了漏屎脱水死啊。啊，蛇咬死遐吼，恒春你知影迄白贼啊、彭思强啊、古角花迄吼，迄拢毒蛇。啊，动不动迄个倒去打着蛇，就毒。就死了所以在那修建建死的五六十个破的五六百个三千个五六百个死那惨很惨重的、哦、所以日本军怕到军医医无法了所以后来日本人只要有战争了拿到台湾了他赶紧在台北、哦、这个台台北的前身日本赶紧设一个科专门咧研究台湾的热病医学，吼、哦，研究台湾的蛇的毒要怎解，吼、哦，所以日本人来台湾第一个代志，一定爱甲台湾的卫生做好。所以日本人来台湾五十年，予咱台湾脱胎换骨，吼、哦，台湾阵进步甲，含日本人本土水准变悬，吼、哦，所以迄阵早期日本时代空拍台北市。这大都市，你注意看，迄阵拢欧洲式的建筑。你若卖讲这是台北市，你甲摕台北的空白图好，即卖咱台湾人看，讲这敢是欧洲的什么所在？迄阵的厝拢尖厝顶的，也无圆厝顶吼，窗仔门拢拱门的窗，无像即卖你注意看，咱所有你即卖这种直线条啊，咱这拢受中国思想起造的，你甲看，敢有曲线，逐条拢嘛直的。那么水平就是垂直，你注意看。哦，但是你看日本时代起的总督府，即卖总统府，拢是尖的吼，啊，拢有圆拱的窗户的。啊，你注意看监察院也是，遐日本时代起的建筑拢有够水的。日本时阵起的，做的拢是圆条做起的有无？哈，什么台湾人，你看嘞，迄拢日本时代起的哈。所以你再看。日本人有军医的军队，牡丹车事惊到死遐济人。这三个逃犯、通缉犯来到台湾，也无人照顾，也无钱看医生。这三个上加换活一个尔啦，所以登山讲足少的啦，拢是咱台湾阿公较济啦。吼、哦，唔好，比如讲哦，咱拢大陆来，拢讲到大陆讲到足顺口的，唔是。咱拢本土台湾人，哈，好，好，时间有限哦，我来讲较紧的，那么一点钟过。清朝教咱台湾人闽话，叫咱爱学闽中国话，哈，语文哈，咱拢学闽南话，咱拢会晓讲闽南话，啊，真吃力。三百几年后，台湾人把闽南话当作台语。现在有台语，就是郑成功，伊伫闽南地区漳州、泉州、金门、厦门，伫遐招兵买马，啊，然后伫这个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来安平拍荷兰人，把荷兰人赶走。啊，郑成功内底有一个军师叫做陈永华，伊就漳州遐人，吼、哦。那么，把荷兰人赶走了，安定下来了。伊伫这个安平有起一个叫做孔庙，哦，你会记遐摆遐写全台所学，就专第一间孔庙。伊伫遐用闽南语咧教
四书五经，闽南语变作迄当时郑成功的官方语言，啊，到今啊几年啊？383年。你看300几年来，台湾人竟然把闽南语当作台语。其实咱正讲台语是啥物语文？平埔族的语言，哦，西拉雅语啊，然后马卡道族语也好，包括哥沙即16族的这个高山原住民族，这些才是正讲的台湾语言。啊，就真可惜，无论你是平埔族也好，还是哥沙族，咱迄阵咱的祖先无开发文字，所以我都留一挂这个语言传承落来，哈、哦。但是真好佳哉，起码荷兰时代，哈、哦，1624年荷兰人来了，要跟咱的平埔族做生意，荷兰人用罗马拼音来翻作那个西拉雅的语文，啊，他们那些是用写荷兰文。这边用罗马拼音写，这个西拉雅族的语言，那叫做新港文书哦，新港文书。OK， 好，大清语言哈，大清讲了继续用闽南语哦，所以咱大部分拢会晓讲闽南语，咱拢去学闽南语化哈。佮树咱官嘛，树咱省，佮树族谱咱，所以讲。不论你淡水边啦，还是社长亭，你讲要去中国遐要找祖先，找无啦。我有像我的姓，我姓潘，我这姓就是讲，阮的祖先足爱清气象，所以拢部落拢设立这个河边、溪边，吼、哦，要洗身躯、要洗衫裤较方便。啊，所以阵。台清的官员来台湾视察，啊！咧问地方官，啊！因遮族群拢姓啥？地方官讲无呢，拢无姓呢。啊！台清算靠学问，准输阮祖先的姓，讲住伫水边的番，3点水，啊！这边一个番，吼安尼，住伫水边的番，哦，我的姓就安尼来。啊！这个台清这官员算有学问，你。水下骹田，你甲布条下就发米有啊？啊，顶外佫一撇漂撇的台湾人，吼、哦，啊对，啊这是先生台清这有，啊这族谱吼，我有看到阮阿公做的族谱，啊牵着阮这里啊吼，我讲阮的祖先为中国福建省来，敢若写一个福建省，也无讲对一个官。对一个刀子啊，对一个针头，拢无。我就知，我这假。迄个都苏南省、苏南族谱，你若会晓做翻译官，好比讲，你都西拉雅族的人，啊，你会学晓闽南语，啊，你会当做翻译官，甲中国来官员，伊讲闽南语，无要紧，我听翻译好，这个西拉雅族的同乡的听，啊，做翻译官啊。那有什么教文，也当徛到中翻两边翻译安尼，吼，爱在合作边翻译官，哈，也当竖官，哈 ，OK。所以你即马看各个省吼，迄个奇怪，迄其实拢是平埔族甲高山族，拢是用竖省，哈。那么就不记得嘛，甲咱台湾人皇民化，好吧？1937年开始，叫咱台湾人，好，恁这個家中。家庭那拢讲日语的，哦，伊个挂在摆一下国语家庭，啊，日语迄阵是咱的国语，唔是北京语哦，吼、哦，即马中华民国来，我北京语伊变作国语。啊，你那日本时代你有配合日本人的政策，当然伊补给哦，较优先互你，也就较好福利互你哈。叫咱穿本的服装哈、哦，穿和服，也是。穿目镜吼，我囡仔时阵我捌穿过目镜，啊，这目镜就是日本时代留落来风俗习惯哈。那么，战败国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好加在安尼的关系，所以保存了咱本土的台湾人有85%原住民的血统。我开用原住民啊，咱是原来这块土地的主人，
那不是只住在这里，我们还是这个土地的主人，都用原住民。好，那么我们来看战败国荷兰，荷兰人由郑成功给打败，所以荷兰人走两千几个完全撤离，所以没留多少荷兰的基因了。再来郑氏王朝由大清打败了，整个都给迁去大清，所以郑氏王朝也没留什么基因了。好，大清只要有战争以后，咱大日本帝国打败，迄阵日本跟伊签这个马关条约，吼、哦、下关条约，内底有一条，有讲，予你两年的时间，恁大清的百姓留伫台湾的，你考虑看，这两年来你若感觉予我日本管，你带来袂惯势，你会当变卖家产，吼、哦，土地、厝。家产拢卖卖咧，你等于大清。到尾也统计，两年后统计，剩八千九百几个外国人住伫台湾。哦，迄所谓外国人，就包括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哎，结果97%是拢大清的人较济。啊，遐是留伫遮咧做生意的，哦，也是咧做翻译的。所以。迄毋是讲因族个住伫遮，迄是为做生意来食头路关的，留伫遮八千几个吼。啊，迄阵台湾本土台湾人偌济人，300,000，迄差不多9,000个，你拢甲当作是大清人，甲准一万，300:1呢。所以汉个留伫台湾的血统是差不多3/1，1/3，吼、哦，差不多1,000个内底看有3个有大清的，有华人的基因无吼。哦那么大日本帝国，迄个美国牵两粒原子弹，打完了，中华民国立牌代理，甲所有迄阵建立迄阵台湾已经两倍人口，台湾到600,000人。迄阵日本派来伫台湾的军公告人员，包括伊的眷属，差不多380,000到400,000，这些人蒋介石拢用船啊，甲送登因日本本土迄四大岛。所以日本人嘛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所以你甲看，伫安尼情形下，咱台湾人还佫有85%有高山族甲平埔族的血统吼。所以免定讲，总共因有中国的血统15%，啊你太无去承认85%的这多数去承认迄15%，你若无了解你的家己的身世，所以只安怎咱就是拢迄个国民党甲咱教。假的假不对的，所以咱即马2,300,000的台湾人口，你甲讲起300,000，然后甲当作拢纯的中国人，剩落来这2,000,000人，其中有一半1,000,000人，去予国民党的党国教育假假变，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去认同中国，所以变成你投票的时候，咱2,000,000的。投票投了输迄300,000，因为迄有1,000,000人跳去支持，伊讲认为伊是中国人嘅，所以煞变因1,300,000，咱1,000,000，所以咱竞选，那陆军呢，上加摕了46%，哦，迄阵啊一般咧选举，台北市阿扁啊城市上好时啊摕46%，好、哦、啊你若国对下吼，拄啊2004年好加在两件事件。第一届2000年，阿扁啊选的是因为连宋拆开，阿扁啊三都捡到火烧了啊，去钓钓。2004年联合本来稳赢，我发生枪击案，阿扁啊巴肚用拍一空。台湾人本来含泪不投票，不投票，看到咱台湾人啊总统用暗杀了，出来投，本来袂瘾出来投嘛，含泪出来投。啊！佮佮在迄阵，李登辉发动228牵手护台湾，我嘛去牵。啊，唯在这唯一牵的牙签，我看卖。哦，袂歹。啊，你要想，好佳在有安尼加李登辉迄加一篇访问吼，台湾的意识佮提悬。啊，迄个票投出来，咱阿扁都赢26,000+票，换算赢的比例都要偌济？赢0.228，
哦，恐怖啊！去给我背。这敢那咱的二十八的英文，我老出来运作，吼、哦，唔卡多赢的，吼、哦，遐多。好，过来咱来看。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即马那也拢用做安尼乌一块一块。啊，你看，这日本时代拢用毛笔字写，吼、哦。啊，是安那用做安尼？这就是咱的密码，咱的系统，咱的族群的密码。国民党来看了，惊着哦，这拢爱暗看，因为国民党来落船了，伊甲咱骗吼，演讲是讲，所有的台湾朋友同胞们，统统回到祖国的怀抱啊！啊，咱迄阵咱拄啊战败，咱足惊足悲戚的啊！哇，占领军要来安尼，啊，咱唔知来唔来，变哪甲咱抬啊，甲咱糟蹋啊！伊即马讲，咱肯定是共国的，我们回到祖国了，好吧？我咱共国的哦，作为台湾人，短视近利，本来比丘的，对吗？好，咱共国，咱跳过去，肯定做共国的，好、哦。所以台湾的悲哀危机开始，作个骗的，中国人作个安骗，好、哦。唔是讲闽南语，咱就肯定共国的，好、哦。美国，美国嘛讲英语啊，美国跟英国人唔是啦，哈、哦。好。啊，这个就是讲，日本人来台湾，伊要治理台湾，伊真正足认真，一步一脚印。医生调查讲，啊，到底这些部落到底拢讲什么语言，是对一族的？好、哦，结果来调查，啊，比如桃竹苗，伊本来就是嘛，这个道卡斯族的，哇，但是因为三百几年。拢有闽南人的这个官方语言，啊不，客服这个广东的客家语言，这官方语言，哈、哦，北部桃竹苗家迄阵官方语言是客家语，啊，中南部迄边是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啊，所以这些人道卡斯族拢为着要奋发上进，拢会学外来强势语言，学咧，就像咱即嘛台湾人为着要活落去，去学。北京语，吼，因所谓中华民国国语，咱即卖囡仔吼，为幼稚园，啊是伊拄啊阿未上幼稚园，看电视拢看东森幼幼台，拢讲北京语，对无？一直好读到大学出来，大家闽南语拢差不多袂晓讲啊，吼，卖阁讲平埔族较早语言，迄个阁较歹讲，平埔族的语言差不多拢死袂了去啊，吼，高山拢还阁有留咧，吼，因为山区买入去甲通话较困难。所以，因要保留因的生活，因的清查，吼、哦，啊，因的语言。今摆日本人来调查，发现讲，啊，你的道卡斯族，啊，你的族语你袂晓讲啊，好、哦，啊，你已经拢讲客家话，安尼伊给你写一个广，迄、那个广无代表讲你是广东遐来哦，也是因为干那你今摆是用语言用广，但是伊给你伫平地遮。伊甲你写熟番啦吼熟，啊你若是新竹迄个什么复兴江迄泰雅族的，伊即摆去调查哦，你要泰雅族，啊你啊拢袂晓讲客家话，哦你的族群语言啊对，要晓讲，啊你甲你写生番，哦所以咱台湾人、日本人迄阵来着有甲你分，拢拢番，但是佫分青甲色的。山顶个叫青，啊，咱平地叫做色个吼，青番甲色番。啊，你呐去调查，比方台南地区，哦，你拢讲闽南话，啊，你本来都拢西拉雅族个，啊，但是你拢袂晓讲啊，干那剩下讲闽南话，啊，你个咧写福建个福，哦，无代表你是福建来哦，莫搞清，莫不要搞错哦。啊，然后伊个咧写熟番，啊，平地平埔族拢写熟番，哈、哦。西部平原拢是遐熟啦，哈、哦，内底就是遮基因啦、啊，哈、哦，迄、那个密码 ，OK。好，那么台南市哈、哦，本来日本时代有写熟番这个熟的哈、哦，但是，迄个内政部要求撤销户籍住籍熟，哈、哦，台南市政府斥内政部管太多，哦，你注意。那么日本时代的熟番。伫中华民国的内政部认为讲，迄毋是法定的原住民族，哈、哦，
希腊雅祖玛批内政部霸道哈，因为其实西部平原的希腊雅祖是台湾早期重要原住民族，过去还曾用罗马拼音书写希腊雅语来与汉人订契约，称为新港文书。啊，这都荷兰人迄阵用罗马拼音，嘛有出版那个，啊马太福音圣经的马太福音的圣经哈。哎，其实台南市政府已经因家己的市政府的市议会有通过，因希腊雅族原来是原住民族了哈，啊，但是内政部拢无承认哈。啊，那么伫台南市啊，高雄市甲屏东县，诶，这个马卡道族嘛响应这个做法哈，就是讲拢认同伊家己咱是这个平埔族的原住民族哈。那么咱过来看讲，中华民国军政府治理台湾有六招，用对六招，咱台湾人就服服帖帖。好，来咱来看，第屠杀精英，利用二二八事件，其实蒋经国去阵做情报头子，蒋经国去留俄哈，有广泛的一关情报的收集的方式，啊伊伫拄啊战后。伊就派间谍入来台湾，各乡镇区咧搜查地方的偷人的名册，然后利用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中国军正规军入来，开始掠，开始杀，把咱台湾人迄阵三万的精英拢杀死。这三万精英是日本政府伫台湾开五十年的时间所训练出来高人，这些人拢大家拢像差不多柯文哲这级别呢，吼，也有医生、律师。啊，大生意人，拢头壳拢好诶，哈、哦。结果，伊有计划甲咱屠杀去。啊，这时阵伊要到征台者，因为伊知影伊是三流诶国家诶人，要来管咱一流诶日本诶台湾诶事。这牛人你若无抬掉吼，这拢会当起来做领导人、领导抗暴诶，哈、哦。好，过来，搞垮台湾的金融与经济民生。迄阵中国人来接管台湾了，才发现哦，台湾真正是宝岛呢，吼、哦。仓库内底糖油米盐安尼甜甲甜甜，因为咱台湾自从日本人来了，迄、那个八田鱼做这个增温水库哈，和、哦、这个云嘉南的这样灌溉吼、哦、几啊万家，开始会当生产水稻，嘉南平原变作。鱼米之乡，哈、哦，好，但是伊来，伊用纸，甲咱换所有的物件，伊一直印钱，吼、哦，古代表一直甲咱印，一直印，无限制印，敢若像伊咧用银纸安尼吼，咱咧烧金迄安尼一直印，拢伊甲你换物件，哦，你麦克风一百块，伊就印一百块哩，哦，这遥控器五十块嘛，拢甲你换。糖油米盐，甲你换了了，换完来送去中国上海，哦，一半倒卖，一半是支援因国共内战。所以台湾本来是宝岛之乡，吼、哦，咱出产一年能收三摆哦，两届稻米，哈啊，寒天迄个是大豆、玉米、杂粮，咱本来食米无欠缺，一直到战后，我限制啥物个。还阁食足济，那米拢，我记因阮爸拢来切甲拍甲打打，哦，因拢有一个刀尖叉，看有几刀安尼有合格，啊，搞伊拢话拢送去，互因中国人部队食，吼、哦，啊，阮拢食迄摆发芽过米，啊，我要食着白米足少呀，倒啊，阮个亲戚，阮外公、外阿嬷、阮阿舅因来。来找阮妈妈熟识，要不较有板凳请，较有台阶请。啊，迄阵米，拢点完一碗米。啊，遐个人客有无？食了下骹，我嘛就搁食了番薯签。啊，有啊，边啊，若有调几粒米，好，迄几粒米特别香，足好食。啊，迄阵。番薯签佫足侪曝光是臭香，较早无啥物农药嘛，所以番薯拢有迄糖整块拢有迄臭味。我会去
差不多五六年前，我朋友去农事所有摕到新的品种的番薯，我种啊生，啊我爱食咧，啊我就煮饭的时候，我就我甲阮爸爸讲，爸，我有煮番薯烤饭哦，我放一挂番薯互你食，不，哦，见老食足济啊，食甲惊着，到阮爸要迄阵啊85，要安尼会吓会惊着对吧？啊，但是我都咧叠饭的时候，那个三四颗番薯颗，那个盖伫饭内底好食，哎，咪食着哦，我怎么番薯真好食？唔知改良改好吃，遐香遐甜安尼。啊！伊佮家己骑脚踏车走来我的，我阿公，啊！你的番薯田伫底，我加一挂来种，你换伊要种。好，啊！所以迄阵咱的物件费用换了了，换到咱兜钱一堆有无？换咱即马买去买一兜米，爱派一布袋钱出去买米，啊！看有食了无？迄通货膨胀吼，到尾啊，换到恁拢无物件，恁内底钱足侪哦，恁佫出一招。印新台票，讲一块换，你爱摕40,000块的旧台票来换我一块，来，咱来看，有无？奉令以40,000元比1元折成新台币。这哈，伊跟我讲，迄个时阵，这用行政命令啊，哈，贵家你买这样看到，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唔敢印因中国钱，较早有做旧的代表，啊！你即摆要换新的币制，你太无印你的中华币。人美国有美金，法国有法郎，英国有英镑，日本有日元。啊！你要发行伫在台湾，那台湾那是你的，你要发行新的币，唔得爱发行中华币。啊！你乃唔敢用中华币，你该用新台币。表示伊无台湾的主权，伊唔敢大家用伊的中华币，好，咱了解了哈。40,000元一块，迄外食咱呢？咱即马物资呐，就甲你起一个2块，咱就哀求呢。哦，起一个3%、5%，啊，咱就哀求。40,000倍呢？你惊死人啊！迄阵台湾人真济跳楼吼，跳楼自杀足济。有一个人，前一工，甲三四家地土地卖卖哩，讲要起大厝，遐钱摕转来，哇，40,000元一块，伊才剩会当起一支条啊呢。啊，你看迄人爱自杀无？当然跳楼自杀，吼，伊无法度向伊厝里人交代。过来。大地主变小地主，大地主是地方的头人。哦，我感觉愈来愈弱，我吹电风扇。啊，大地主地方的头人，买定领导抗暴，结果小姐，拜托你给我插电一下哈。为什么插？会热，会热嘿，因为这西装哦。即马说一直落去，那么你家想，你若要抗暴，爱有高人带头，爱开钱，啊，大人拢3BP，40,000元一块拢3BP，啊，大地主嘛变小地主呐，伊迄阵给你施行375减租，耕者有其田有无？大地主嘛拢变小地主，嘛拢无力哩啊，啊，所以台湾人可怜呐。这三个咱差不多无力啦。你去即马，你看民进党即马，你敢有听到民进党招袂来总统府头前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已经2-3年，可能嘛3-4年有啊，无啊？招袂行安那？啊，唔是讲你甲出游览车钱，你就要去呢？伊认为讲啊，你民进党敢那拢算假，因为我大概伫只讲，我拢无来讲。国民党马英九阁做安怎较歹？你台湾人要甲抗议的时，结果就无人，是嘛？你若真正民进党，你若真正要抗议，你发动每县市的、你市党部的注意，一天一个县市去嘛？
吼，初一吉隆市去，初二台北县市，初三台北市去，拢去，统统有迄个凯达格兰道。结果拢毋是啊，即摆拢台北一日游。就阮迄阵要空去，为屏东，啊，来坐游览车起来。啊，阮也来吼，拢差不多下晡两点嘛，开始游行。游行到四点外，一般伊拢五六点就开始咧演讲啊。啊，阮拢无都听到精彩，精彩拢压轴。啊，阮拢爱提早走，因为想我走，合作拢塞车。你若五点外走，拄啊大家下班塞死。所以阮拢提早走，无听到精彩。啊，有一个，阮即马游览车驶到桃园的民间的休息站，啊，伫遐办桌。啊，当然拢食迄较粗的啦，吼，一道工拢千二块。啊，结果阮迟到，因为迄届好，无迄届拄啊陈云来迄届好，人有够侪，塞车，啊，阮迟到。结果阮订的桌声吼，已经有比阮较早走的伫咧食。伊即摆知影你咧抗议吼，拢年纪较大，拢头白头毛迄个。啊，阮咧甲小姐讲，我小姐，阮订的桌声。人伫遐占咧遮呢，爱咧可能新来的小姐，服务生，哦，迄道搁遮无偌久啊，伊拢白头毛啦，爱甲讲，意思讲，迄点咪食，点咪食完啊，要走啊，迄道搁遮无偌久啊，来听有啦吼，拢叫阮等者，哦，阮听者足歹势，我，哎，刚讲搁遮无偌久啊。啊，少年的无可能跟你去游泳嘛，他有去阳江去跟你游泳。所以，即嘛唔是讲你钱，佮出饭互食、便当互食，伊就要较悠闲。即嘛，你都无真正要抗争嘛，你拢想要抗争嘛？像香港，伊占迄个甚物中环有无？占要几个月，还是像尼巴学院？入去就甲定掉了，伫个立法院就甲占掉了。民进党大概就台北一日游。啊，我讲民进党改成是国民党的泄压法呢。咱个快歌边啊是毋一个有一个泄压法，你若滚甲伤滚啊吼，伊个铺个政治会走出去。民进党干那迄个国民党迄个功能，你看，吼、哦、台湾人迄个马英九气甲个时吼，吼我们崩伊啊，啊、哦、民进党就好来，咱来台北。总统头前讲，来画画来胶胶来撮撮嘞，佮虽然等于属龙工厂佮做工佮纳税金，互国民党佮开，啊不好啊！民众你生了二十几年啊，我毋捌看到伊讲要长期抗战，待了一工哦，散会啊，就虽然有咱只姐姐佮等伊，啊动员是几，遐开几啊千万嘞，吼、哦、全台湾总动员，所以我。因为讲台湾人拢觉醒，讲啊，民进党原来拢算计的，拢咧骗人，所以即马就要对民进党抗议啊！哈，好来，过来用二二八事件了，抬了，抬不了，用白色恐怖继续甲你控制。你若讲话无合国民党听，是人甲你举报，你连袂落来，立刻去唱《绿岛小夜曲》哈。过来。敌性反转、身份错让的域名教育，敌性反转的话，头头咧讲，咱本来是建白家，做比丘的，伊来咱讲，所有的台湾澎湖的同胞都回归祖国的怀抱，啊，你准跳过。本来咱堪是咧修建的，咱日本的皇军堪中国军咧修建的，日本的台湾军堪中国军咧修建，啊，你怎啊变作说跳过中国，叫做敌性反转，啊，新人就错乱去啊。好、哦，伊用裕民教育甲咱教讲，你会记咱较早作业簿后壁掀开，拢有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无？啊，改成在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奇奇歪歪，干嘛呢？所以迄拢是裕民教育，吼、哦。我讲咱拢炎黄子孙，吼、哦，电视播出。拢甲你讲，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后代，安尼。啊，你逐工听，
少年听到老，听到久了，你用来默认吼，咱拢黄的炎黄子孙，咱拢中国人的祖先传落来。咱去用白贼讲一百遍，咱就都甲当作真诶哈。好，过来，假民主选举，国民党有东山，国民党有条仔卡，国民党有白道黑道，白道用政策，哦，甲你买选票。利用黑道的，好，比如讲，李长甲林长配合黑道的来领导，甲你买票，啊，李长摕钱，黑道，西装也是夹克内底唱一个啥，神明、关公也是妈祖，等李长钱发落去，你收伊了，怎么黑道起过来？哎，妈祖有看到，关公有看到，票爱投出来，台湾人会惊。惊人民处罚，啊！你有工摕钱，啊！无工做工，吼、哦！你钱工摕啊，票无投出来，所以连人民啊，迄个黑道绑架来咧压选票，这敢无算作民主选举？哦，这假嘛，哦！等于国民党用东山咧买票，佮用媒体、电视、报纸，这拢因中国人控制掉。咱台湾人干那会当做？到外口的记者，拿卡米拉、拄麦克风去采访，采访等消息也是领大，上个中国人做主管，经理拢编辑拢是中国人坐里位，你上来媒体吼、哦，你采访等来媒体，无论是平面也好，也是领大，伊看过哦，这部的对民进党有真大的伤害。好，甲报较大片，较只报咧，重复一直重播。啊！这哦，这也损害咱国民党，唔通唔爱唱，但本事人，无要你报，对不？他讲的拢讲了台湾，台湾人歹啊！哈、哦，所以媒体议题的主导权，迄阵拢啊拢伫中国人的手里，哈、哦。台湾人总是拢做伫较低层次的这个记者，哈、哦。所以讲咧，这六招，咱台湾人就软卡。要安尼会倒就困难啊！啊，主要读个家己无清楚，用愚民教育啦，哈。好，过来咱来看，为外国进来这一挂植物啦，哈。这个番石榴，巴拉哈，巴拉，这个番石榴，啊，这托马豆，哦，番茄，啊，你会记？你若为外国进口入来，拢叫做拢会一个番石榴，哈，啊，番茄。啊！这番仔姜，咱台湾姜是种伫土卡底迄个做姜，啊，发伫空中诶，叫做番仔咧食，叫番仔姜。啊，这番薯，番薯啦吼，啊，台语叫做番薯啦吼。哦，啊，这番麦吼，玉蜀黍番麦吼，啊，佮外国礼拜番仔花。番仔里用的火吼、哦，所以你也你甲看，这拢外国进口的，不介奇怪。啊，咱台湾是本地，咱台湾人本地，咱来用讲台湾甲台湾吼，这台湾甲台湾不是日本人来的有啊，是等于讲清朝迄阵就有安尼来分啊，吼，啊是日本人来了，开始有做名册安尼，啊不是。台清跟咱合作台湾甲台湾的啦，吼、哦，日本是继续运用安尼吼。我顶下想讲，啊，咱本土咱来用叫番，照讲因遐中国人1949年走路来，遐唔开始番，对不对？所以咱家己讲禁，咱家己弄错了，吼、哦，这乌是咱在地哦。番薯是外口入来，啊，结果咱家己讲，咱就做番薯啊，有无？啊，唔对呀，因中国唔敢叫做番薯啊。哦，咱家己讲番薯啊，佫讲较欢喜个，咱也唔讲哦，佫叫遐老兵佫做老乌啊，有无？你会记无？讲老乌啊，有无？咱这边讲呀，咱爱讲咱是乌是本地，啊，因就做番薯啊。还佫甲看不赢，那闽南语那看不赢就是贬低的意思，
有无？你讲像咱咧讲车，车一定拢四轮的较大只，脚踏车两轮呀，较细只，吼、哦，脚踏车拢会看尾音，吼、哦。咱讲拖拉机，吼、哦，一定较大只，拖拉机，无人咧讲拖拉机啊，无人咧讲嘛，吼、哦，哎，所以咱家己搞不清楚状况。因中国人叫做汉字，咱叫做乌哈、哦，好，好，过来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好、哦，咱来看，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哈，讲、哦、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即马民进党拢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无，这都已经他家拢中国化呀。连民进党拢安尼，你看有食力无？吼、哦，那你2008年来看，吼、哦，迄阵陈云林来台湾，迄阵马英九下令，讲为汤机场一来到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的旗啊爱出现，所以叫警察，伊个中华民国警察出来咧搜查，那看到中华民国旗啊，爱甲收起來，甲抢落来，有个压着过，但不是啦，啊咱。咱台湾人吼，戆台湾人，人中国人无爱，迄中华民国国旗，咱家己搁举旗啊，伊也咧点。那么点到台北市五千旗，因中国人咧举五千旗，中华民国警察爱甲报，伊惊立棍，去甲抢，加到胶布，伊甲放火烧。啊，这因老大哥胡锦涛、习近平的旗啊！那会使互你侮辱吼、哦，所以马英九派警察过条条。过来，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伦敦市是本来只有挂着中华民国车轮旗。阿强啊抗议讲，你那无用奥运模式，用迄个五环旗五个，敢那环球水泥迄个五个，你国外咧？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所以马上把迄旗啊收起来。戆台湾人搁伫遐咧举旗啊咧捍卫中华民国，吼、哦！因家己中华民国无爱，而且电音三太子，吼、哦，嘛伫遮咧讲伊咧爱咱个少年咧爱台湾，伫遐咧发中华民国旗啊！即拢少年人拢要国民党甲咱洗脑去啊，吼、哦！伫遐咧捍卫中华民国，因中国人伫台湾的中国人无爱个旗啊，咱台湾人去伫遐咧甲捍卫，啊、哦！你看，哎有头壳歹无？啊，咱当年安尼讲哦，今嘛，去年啦吼，6月1号，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访台，咱安尼连续讲三四年了，我今嘛就无看到讲这机啊，无看车轮机啊，吼，哎有进步啊，哈。国家认同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啥？来，咱来看，就是1999年5月初九，中华民国民进党。伊个台湾全图结文里头咧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啊，这是，你若无讲，你感觉很吓、啊。其实最作假啦咧呢，这是阿扁啊，要选2000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为着要吸引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哈、哦。所以伊准定这个全图，台湾全图结文讲。台湾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中华民国，啊，就怎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的意思。这作假了呢？无他阿扁啊，读法律的遐高读，竟然这个严重性伊唔知影。李登辉有讲中华民国在台湾，你听这句话可以看出说，中华民国本来不是在台湾，它是在别的地方，因为流亡的东关机跑来在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没有等于台湾哦，你还看到他流亡的痕迹哦。来个阿扁啊，再给你改一个扁，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你讲你若要出卖台湾，阿扁啊，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价格，结果连卖都无卖，直接用送的。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有假的无？这叛离台湾的吼、哦，这真正对台湾足大的伤害。过来，2010年10月7日。蔡英文，即前中华民国民进党主席，迄阵就是要参加2012年的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选举。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李登辉哥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啊，伊提拔的蔡英文竟然违背因的恩师李登辉，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啊，这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嘛就等于这两个拢做个民进党的主席，吼、哦，啊变也嘛是，啊拢读法律嘞。啊，竟然拢唔知讲这个严重性，人美国用尽办法就是讲保留台湾甲日本还阁联系掉咧，干那放弃地上管辖权咧，无甲主权归换过，啊，你安尼甲台湾等于中华民国，这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你看有吃力无？啊、哦，因为民进党的头人都读甲无清楚啊，啊，要安怎讲因的党员？更何况外口这不是党员，所以咱咧讲咧到底，阵真正中华民国就是最大公约数，啊，真正就惨啊，吼、哦。好，过来。那么咱请问，台湾哪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对一天？美国有独立纪念日，每年七月七日，吼、哦，因的国庆日。菲律宾嘛是。因为国庆日嘛，七月七日哦，你独立一定有一个日期嘛。请问咱对一天独立？无，讲不出来。过来，请问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有人讲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有人讲为美国。正讲咱的母国是日本啦，都爱日本的母国有答应哦，爱佫经过立法程序后，迄。要走很久很长的路了，所以美国也一直说台湾不可以独立，你独立就是踩到美国红线，而且我们马仔会说到。好，后来我们来猜算中国人的文字把戏，中国人做过算文字游戏的，比如说踢卡球，中国打败日本，这样上演中国打败日本，中国人赢哈，中国队赢。过来，中国队战胜日本，哎嘛是中国赢，哈。无论是打败中国打败日本，中国赢。啊，中国战胜日本，不论是败或者是胜，拢中国赢。这因中国。过来你来看国共内战里的文宣哦。迄阵国共内战，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但是因咧家己中央党报吼，嘛报价敢那因见赢哩啦。伊讲撤退伊唔讲哦，伊讲转进哦，我军撤退啊，伊唔讲，我军转进神速，伊照做紧嘞，转个方向前进啊，伊唔讲撤退，伊讲转进神速，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迄真正照刚来背嘞，啊个后壁佫讲一句，讲共军追赶不及，安尼你看厉害无？哦，啊，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哦，你来向我听下，哦，有够牛的。拍败啊嘛，还佫讲甲吼，佮真拍赢。哦，你看因有够牛耍游戏吼。啊，那。闽南语戏剧的概括啦，叫做“拍输招赢”，对不？哈、哦，拍输招赢，等于伊讲有35间百货公司拢输了了啊，输到剩台湾省一间，啊，台湾一间嘛，唔是伊的，这是日本天皇的啊，哦，佮走来别个国家，所以叫做流亡政府，哈、哦，好。过来，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名号伫媒体上来运用。那好康的吼，拢报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与甘比亚建交，好不？啊，那断交嘞？台湾与甘比亚断交哦。好康的报中华民国，啊，那歹康的报台湾，安尼。所以做个用这部啊，所以台湾人爱注意吼。好，过来。哦，时间真紧。啊，歹势吼。那么我下面时间到这。啊，明仔八点咱阁继续。好，多谢各位，谢谢。
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